俾个人缠住你咪好唔惯，使唔使我搵同佢倾下偈？我有办法令到佢唔缠住你。咁啊唔好，佢而家都咁惨咯，况且我都唔想同呢个人有啲咩瓜葛。如果再缠住你嘅，你讲俾我知，我真系唔想有人烦你，你明我意思嘅。你都留下。 唔請我上飲杯咖啡？我個心而家好亂啊，我想一個人靜下。OK， 吓，你尽快翻去执嘢，我安排你离开香港。点解啊？明明进展得好地地噶。我今晚全程监听你同连同文嘅对话，我发觉佢已经对你起咗疑心。万一佢查到佢嗰个所谓前度男朋友身上，你可能会冇命。或者佢冇怀疑到咧？我觉得我应付得嚟。唔得，我唔可以再俾我手下冒险。你用记名嚟标啊？我咁难得先埋到佢身，仲查到咁多料，你而家叫我放弃？ 你都识讲啊！佢仲有几日就交易噶啦，大家都想快啲破到呢单案。如果真系俾佢成功交易呢批军火，会死好多人噶。我唔想白白咁放咗佢走啊！如果而家放弃嘅话，阿彪之前嘅牺牲咪白费。Madam， 我信你一定会睇住我，你都要信我，俾我做埋落去。我一定得噶，信我。 到底幅大嘅象群系咩意思？会唔会系暗示交易嘅日期或者时间，又或者佢交易地点？联合文唔系谂住喺艺术馆度交易噶嘛？冇可能嘅，啲军火系运唔到入去嘅。其实睇嚟睇去都系普通一幅相啫。我哋使唔使谂咁多嘢咧？唔会，将幅相分成两个 email send， 仲要故意编成冇意嘅乱码符号，一定同单交易有关。幅相一定有啲嘢，大家继续谂下。 联合文报 PDA 又有料到喎，系一堆冇意嘅数字喎，知唔知系咩意思？起初我以为系电台频道啦，但系 check 过晒啲频率又唔啱喎，而家都仲未有头绪。会唔会系地球嘅经纬度咧？喺呢度，成四十几个数字，狠狠地可以喺十零廿笪地方做标。幅相未解通，加上多扎数字，都唔知点拆。联合文已经开始怀疑花嘅身份，再咁拖落去，阿花只会越嚟越危险。 Madam，我揾阿Annie同Tammy研究下，睇下有冇头绪。我去check下啲数字嘅组合方式。Gary， 我帮你。我试下用方程式计下，睇下啲数字有咩特别。Math我最掂喎。我会继续留意阿花嘅情况。Felix， 你继续接收联合文信息。Yes, Madam。Eddie， 揾埋其他人帮手，唔理用咩方法，总之尽快解开幅画同堆数字嘅意思。Yes, Madam。 连生搞掂晒，嗰个 follower 全名何伟山，92年喺圣恩女子中学毕业，之后喺城市大学读法律系。毕业之后喺几间细公司做过，入超越之前喺一间叫做长域嘅运输公司做咗2年，所有嘅嘢同佢入职申报嘅资料完全吻合。嗰个泊车仔咧？个泊车仔叫李坚强，英文名叫阿丁，花名窝丁强，89年预科毕业之后做过几份工。 后嚟入咗香港最大车行度做，好快就成为咗top sales。点知早排俾人炒咗，而家捞紧泊车。咁佢以前有冇女朋友？我问过佢之前车行位旧同事，佢哋都话佢一个识咗4年嘅同居女友，但系已经分咗手，而家仲未有女朋友。好啊，你翻转先。系，先生。 你同我查一查窝丁强以前嘅女朋友，仲有
起埋鍋釘強過底添，不如試下俄羅斯嘅馬丁曲啊！ 再試啊！夫人有咩頭緒啊？我哋試過好多唔同嘅方法，都係冇乜頭緒。再試啊 ！Yes, madam。Eddie， 啲數字點啊？我哋試咗幾十種文化，都係冇用。有冇試過美軍常用嗰只？睇嚟就唔似啦。美軍常用嗰只係用發音組合嘅。再繼續啊。OK。 Rachel， 阿花嗰邊情況點啊？一切正常，有消息再通知我。Yes, madam。 今日星期日，我带你个地方。去边啊？？Hello， 袁生，我已经揾到沃丁强嘅旧女友同你倾过。佢话佢哋拍咗拖5年，同居咗4年，啱啱系1个月前到分咗手。佢话沃丁强一向都好专一，冇识过其他女仔。不过沃丁强嘅旧女友叫做 Shirley， 唔系叫做 Flora。 好，等先。 多谢晒。Hey，鲸鱼码头今晚成日点啊？今日一定要交收成功，你要得小心啲，唔好出错。All right， 拜拜。Madam 啊，系咪出发鲸鱼码头啊？ 好奇怪，连学问份人咁小心，点会喺人面前睇交易嘅嘢咧？咩？Madam，我谂我哋要睇睇。Eddie， 即刻联络海关、水警同埋 PDU 准备支援，仲有 call 埋 SDU stand by。Yes, madam。 Tammy、Felix， 你两个继续留喺度分析幅相，有消息即刻通知我。其他人带齐装备，准备跟我出发。Yes, madam。 神创造天地，喺第6日，佢做咗亚当出嚟。佢将地面上所有嘅嘢俾晒亚当管，不过只得亚当一个人，冇人帮佢，亦都冇同佢分享佢拥有嘅嘢。但后来，神觉得亚当一个人好寂寞、好孤独，佢做咗一个配偶帮佢，做咗夏娃出嚟。 当我一个人寂寞嘅时候，我觉得自己好失落。我一直喺度揾紧，希望有一个可以互相信任嘅人，同我喺埋一齐。 Madam， we are ready。 阿花，我哋已经到咗青衣码头噶啦，你继续留意住连学文嘅举动，自己小心啲啊！呢度嘅环境唔错，几幽静啊！你成日嚟噶？你心情啊？咁我谂你今日心情一定好好啦。你话咧？ 喂，连生，呢边真系有差佬。哦，咁好啊，我哋翻嚟先。咩事啊？冇，今日我心情的确唔系几好。好彩有你喺我身边，我哋舒服啲。回头我一阵。
我而家喺度回味緊我初初相識嘅情景，一切都好似好巧合咁。不過巧合得嚟，又好似有所安排。你話係咩？隐形战队现已热播中，想睇更多精华片段，就记得 subscribe 呢个 channel 啦。